这边有个女的，我看一下。我靠，好正哦！我跟你们说，如果下一次我再遇到她的话，我一定要跟她告白。故事是这样发生的，我想我已经决定要跟他告白了，该说的我都写在我的手上，现在我只要等他出现就好了。是吧？要说什么？我都已经说，我都已经想好了、欸。已经想好，如果相遇要说些什么。可是遇见了你之后，不敢跟你说，是我太在乎完美，不想知道结果。我没有，没有用，爱情像是一扇。开不了的门，孤单的我在门前是不是的情人，再给我一把钥匙，也许是我白问的，想太多，想太多，已经想好如果相遇要说些什么，可是遇见了你之后不该跟你说，结果我没有，没有用。
想好如果相遇要说些什么，可是遇见了你之后不敢说，是我太在乎完美，不想知道结果。是，也许是我败坏。